嗨，大家早安！今天英国天气很好哎，你们看，阳光有洒下来哦，哦，很美哎。我刚刚把我的烤箱预热了，因为等会儿我要做一个烤肠嘛。昨天没有买早饭，所以就看看冰箱里面还有几根烤肠，先给它吃了，不然等会儿又过期了。这个奶茶我今天放的是那个冰淇淋，因为我的牛奶过期了，最近都没怎么喝奶茶。哎，我觉得最近好像都是喝那种熬的粥或者是豆浆偏多，奶茶都没怎么喝，所以导致那个牛奶。每次都有点浪费，牛奶还是要比这个冰淇淋冲出来的英式奶茶更好喝，其实我觉得。烤箱好了，我把这个烤肠来进去烤一会儿。样还在睡觉，我就准备把它的一起烤了吧，反正快9点了，他也该起床了。他真是一个小懒猪。我设了那个烤肠26分钟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个红焖羊肉怎么样？把中午的饭给准备了，提前准备好。肉肉就准备好了，这个又要吃差不多3顿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切疗愈的番茄，我们用这个碗装番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个碗已经用洗碗机洗好了，而且洗碗机它也有自动消毒的功能。但是每次我用碗、用勺子、用叉、用筷子、用刀这些的时候，
我都要重新再用清水给它冲洗一遍，因为我总感觉那个洗碗机的那个洗碗球它总会有一些残留在上面，但的确它也是洗干净的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估计是有一点点精神上的洁癖，精神上的 OCD。我现在在拍一个蒜，样下来了，他在做鸡蛋，好温馨啊，温馨二人组时刻。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视频，就是关于卡皮巴拉的嘛，我就是特别想学一下，能不能学？就是那一首卡皮巴拉的歌，那卡皮巴拉真的好可爱，就是他和他的那个主人农场主的儿子一起游泳嘛，他就是这样，四只脚一起咚就跳到了水里。他那个视频就是配了一首歌，就是卡皮巴拉的歌。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呢？卡皮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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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皮巴拉。小卡皮。这个小锅简直是煎蛋神器，整好一颗蛋。我现在要开始炖牛肉啦，超爽的！哇，番茄，我们给它倒进去。现在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放各种好吃的调料。这个是我今天要准备的一些大料，桂皮，哎，重来，香叶、八角、青花椒和正常的花椒，还有一些泰国的干辣椒，另外就是要放一点这个桂花，还有这个火锅底料。我们上次火锅底料没有吃完，只放了一半，怕太辣了，所以这次刚好炖牛肉可以放一点，提下味儿。现在就是满满的一锅弄好调料的牛肉番茄，等会儿我再加一点滤好的水就可以炖了。现在我们就倒点水，吃个早饭。样都把我的早饭准备好了，一个煎蛋还有烤肠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要记得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，让他们都来看我的视频吧。拜拜，下期见。